子女祝福她，她的丈夫称赞她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愿天父的慈爱、基督的圣宠、圣赐的恩赐与你们同在，与你的心灵同在。大家早安，神父早安。今天我们纪念一位圣人，圣曼尼。问大家，圣曼尼是谁？有认识这个人吗？如果我们用他的旧的名字圣莫尼加，那我们大概就知道了。这位圣人，他出生在非洲，他结婚有几个孩子，其中一个有名的是圣奥斯定。那他为了奥斯定的信仰而受了很多很多的苦，流泪陪伴着他，祈求天主，每天是祈祷，求天主降福。到最后，他的儿子奥斯定就皈依基督。我们也祈求圣莫尼加为在世，在我们的教会内、教会外所有的母亲们祈祷。现在我们大家人最准备我们的心，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。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私言行为上的过失，我罪，我的重罪，为此恳请终身童真圣母玛利亚、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，我们的天主。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得到永生。阿们。上主求你垂怜，上主求你垂怜，基督求你垂怜，基督求你垂怜，上主求你垂怜，上主求你垂怜。请大家祈祷。天主，你是忧苦者的安慰，圣父莫尼加曾为了爱子奥斯定的回头，每日以泪洗面，终于赢得你仁慈的福音。求你恩赐我们，因他们两位圣人的带导，常能痛苦自己的罪过，以获得你慈爱的饶恕。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，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望。阿们。公读德训篇。丈夫有贤妻，真是幸福，他的寿数必要增加一倍。有才能的妻子是丈夫的喜乐，使他在平安中终其天年。家有贤妻是一种福分，敬畏上主的人才有这种福分。他们或富或贫，心神总是快乐，时常面带笑容。妇女的温柔使丈夫欢乐，她的明智使丈夫健康。沉默寡言的妇女是上主的恩赐，受过好教养的人是无价之宝。支持的妇女是无上的恩赐，贞洁的灵魂尊贵无比。在秩序井然的家庭里，贤妇的美丽有如在上主的至高之天上升的太阳。上主的圣言。感谢天主。敬畏上主的人真有福气，敬畏上主的人真有福气。不拘你是谁，凡诚心诚意敬畏上主，
遵行他道路的人真有是有福。你吃双手勤劳的果实，你必有福，万事亨通。既为上主的人真有福气。你的妻子在你的内室像结实累累的葡萄树，你的儿女围绕着餐桌好像橄榄树的嫩枝。敬畏上主的人真有福气。请看，敬畏上主的人就有这样的好福气。但愿上主从西庸降福你，使你终身得享耶路撒冷的幸福。敬畏上主的人真有福气。阿门，路亚，阿门，路亚，阿门，路亚。主说：“我是世界的光，凡是跟随我的，必有生命的光。”阿门，路亚，阿门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恭读圣路加福音。主愿光荣归于你。那时候，耶稣往一座名叫拿因的城去，他的门徒和一大群人与他同行。他走进城门时，有人抬出一个死人来，他是独生子，母亲又是寡妇，城里有一大伙人陪伴着他。主看见了他，就动了怜悯的心，对他说：“不要哭了。”于是上前按住棺材，抬棺材的人就站住了。耶稣说：“青年人，我对你说，起来吧。”那死人便坐起来，开口说话，耶稣便把他交给他的母亲。众人都害怕起来，光荣天主说：“在我们中间兴起了一位大先知，天主眷顾了他的百姓。”于是赠送耶稣的这番话转变了犹太和附近各地。上主的圣言。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大家平安，神父平安。在几个本堂，我们看到了有一些母亲，有一些家庭，他们本来住的是非常非常的远，但是他们为了孩子们的信仰，为了孩子们能够得到主日学的培养，所以他们会开车开着这么远的路到这个教堂。像我们双山堂也是有一些是从比较远的，但是虽然是比赛非常的早，他们还是来到这里。在其他的堂也是一样，我去跟新闻教院圣心堂，在那边比赛的时候也发现了有一些人是住安康，他们开车过去那边，那到了那边，妈妈她不只是把孩子送到主日学那里，但是她也是一样的，也是加入这个主日学的那个老师的团队，为了带领那边的主日学。有的丈夫不是这样有，但是妈妈还是一样的带着小孩子到这么远的教堂，为了他们的小孩子的信仰。有一些地方我们看到是另外一个做法，另一段做法。看每一个主日就妈妈自己来上教堂，灌输孩子呢，说孩子在无心，孩子准备因为要
要考试了，所以他们要好好的读书，所以他们就没有把孩子们要带到教堂来。在今天我们说纪念的是圣莫尼加，圣莫尼加，我们看这个圣人，这个母亲，她怎样的看待她的孩子。圣奥斯定的确是非常非常聪明的，他学的非常非常的多，也哲学、法律什么的，神学他也读，但是为母亲来说，这些的聪明不重要，他看重的是孩子的信仰，所以他一直希望孩子有一个信仰，他一直祈祷。那孩子他从非洲跑到欧洲，母亲也不知道他跑到欧洲的哪一个地方，就知道他应该是去了意大利，但是意大利也是这么大，在什么地方，母亲也后来就跑到意大利去寻找他的儿子，不是寻找，每天每天一直为他祈祷，到最后天主真的是听到了他的声音，他的声音，他的祷声，奥斯定就在圣安博的陪伴下就灵醒了。所以对莫尼加来说，他的孩子们最需要的不是他的聪明，而是他的信仰。在今天的福音我们所听到的是有关母亲跟他的独生子，母亲是一个寡妇，对他来说这个儿子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那如果今天他失去了，他已经失去了他的丈夫，那今天如果又是要失去了他的独生子，这个的生活就没有什么意义了。所以他看重这个孩子，孩子活着为他好，为孩子好，也为他好。我们印尼有一个说法，天堂是在母亲的脚下，天堂是在母亲的脚下，所以这个是要告诉我们孩子们也要尊敬我们的母亲，也一样的告诉母亲们，你要带好的给你的孩子们，孩子们的将来就是他的天堂是在你的带领下，在你的陪伴之下。所以希望我们做母亲们，做妈妈们，我们也可以学习圣莫尼加他的做法，为孩子最重要的不是他的聪明，不是他的天才，当然是我们很希望我们的孩子就是当第一，可以得奥林匹克的什么金牌，但是我们就不要忘记信仰是非常的重要，把最好的给我们的孩子们。现在让我们把今天的祈祷的意向奉献给天主。天主，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，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，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，帮助福音的传播。天主，愿你以圣宠充满我们的心灵，使我们今天的举止皆以你的旨意为准绳。求你帮助我们全心全灵全意全力效爱你。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成败奉献给你，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呈现给你，为光荣你的圣名，并为拯救世人。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及诸圣人圣女的榜样，终身侍奉你。天主，请以你的宠爱沐浴我们的身心，也求你施恩于我们的父母、家人、亲友，施恩于教会首长、国家领袖及各级政府官员，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为众人服务。全能永生的天主，
求你配赐我们圣神良种，求你把尊师积恩的安慰者圣神倾注于我们及一切信友的心中，求赐我们敬畏及孝爱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聪明及刚毅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，阿们。请大家祈祷。天主，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卷起成见，扫除障碍，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。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，并使尚未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获得你的真理以及生命。我们把一切伤心人的意愿和希望交托在你手中，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他们祈祷。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，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阿们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降福你们，阿们。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已成，你们去传报福音吧。感谢天主。世人都在寻求，人生渴求你喜乐，更深了心灵平安。当你认识耶稣，你心必要歌唱，向你人生的平安。